哎，那个我跟你玩，那个在了半年了，村长，没有坑你、啊，确实奖励不错不错。我不要了，行不行？不玩了。我是我生命赢得了这一题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你先给粉丝朋友们大家问个好吧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任孝文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万事大吉。然后今年你的工作很辛苦吧？你有一个小小的策划，就给你准备了八个奖励，在桌子上你已经看到有八个红包，看到了。然后每个红包呢都对应着不同的奖励，然后但是呢，就是不是直接给你的，接受挑战。每一个游戏赢了，你就可以打开红包，收到相应的奖励。期待了。那就是直接我们来先进行第一个奖励啊、第一个游戏，第一个奖励我选这个。前兔似锦，好事发生，我选兔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继续。你去了吗？剪刀，好，剪石头布，好，背一次十八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那个我跟你玩，那个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你在干嘛呢？这是站了半年了，村长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次一次，剪刀石头布，最后一次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开了啊！好，开吧。工作人员赠送一个游戏皮肤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也还不错，是奖励吧？是奖励，没有坑你，确实是奖励，不错不错。然后我再选是吧？对，你可以选下一个。选这个发。蓝黄紫红，这什么颜色？挑战失败。这么快吗？你刚才间隔时间太长了。粉黑灰棕绿蓝紫黄红。你觉得算成功吗？我觉得算。我们觉得呢？你们这也算？不对。好，我们工作人员一致觉得你不通过，我们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还有一张，好，对，没问题。红粉棕黑蓝绿灰紫黄，可以吧？我觉得真的可以了。不太行。你想我有人我不要了，行不行？不玩了。那我再选一个，我选个生吧，我选个生。好，来我们上筷子。Please， 这么多，我还能抢。三二一，开始。现在已经25秒了，我觉得你好像已经成功了。你就给我算一分钟。到了，多少个？反正肯定是够了。够了，一定没问题，不用怕了。你就算你通过吧，我没想到这个游戏对你来说这么简单。很简单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用了23年筷子。还夹不起个花生。生。根据粉丝票选曲目发布一段唱歌视频，这算是我的奖励吗？奖励你唱歌给大家听啊！好，谢谢。那个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小宅的微博评论里面说出你们想听的歌，然后我们录一下。钱，
爱上我这样的男人，你几点回家？一个字没卡上，一个字没卡上，一个字没卡上。我给你提醒最后两个词吧。好。啊，最后那两个词就是禁止说话嘛，那个、是不说话。啊，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不说话？啊，对。搞这种东西，完全没往这方面想。睡觉在家，晚上大风开船，晚上，嗯。船上吃东西，吃完东西就睡觉。哦，晚风穿过沉睡的声响，是吧？对。下一个，这是四组啊。这个我一看就看出来了，简阳、李冰，是不是？啊，刘雨程，不要说的，郭子杰吗？也不是，是我还有什么角色？治安啊！哦，那他这跟治安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不就是治安的那种安全的那种意思吗？这，而且你这个你是不让说，好像就会让人想到别的。下一个，翟潇闻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翟潇闻，太阳爆炸橙子。杨炸成，杨爆成，杨爆子，杨炸子，太炸子，这是橙子吧？这个猜不出来，我也没法继续录了，我们就走人。这太过分了，是不是？真的吗？到这种地步吗？这是。这样吧，我们最后倒计时十秒钟。等会儿你给我一个方向好不好？你这十秒钟。我们。你们。对，这是很明显的方向。好，时间到。我们这个游戏挑战失败。等会儿不行，我这个奖励不要了，我要想出来是什么东西。我要报提醒你一个字。提醒你一个字。你要哪个字？一共三个字，中间的前面的。你告诉我中间的吧。爆。爆是对啊，爆啊！太阳爆，爆什么东西啊？爆什么呀？我太阳的天是什么天？今天，情报局啊？对啊，你不就很好猜吗？我这个确实不是很会猜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钱是吧？对，先放到右边吧。钱和发都没拿到。哎，情报局，哎呀，好。我需要干掉吗？不需要吧？不需要，喝一口就好了。喝一口。我想看你连喝三口。现在吗？对。我们猜水。猜是水是吧？盐水。我看检查一下标记。这是盐水啊。那你用你的演技赢得了这一题。我是用我的生命赢得了这一题。微博发布带兔子发箍的18宫格自拍。对，因为兔年了嘛。所以这又是对我的奖励呗。对，奖励你演一下小兔子。从去年到今年，除了这种套路，还有别的吗？有，后面真的有奖励的。18宫格太多了，我都没有那么多表情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就拍照都是一个表情。18宫格是不是可以稍微剪一剪？那不如你就是现场摆 pose 吧，然后我们。观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截图视频，也可以。明年你们这种视频我不会再录了。明年我们一定上很多的真实的奖励。我不信了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3、2、1。OK， 下一个。4。先挂几元面值的？我看看都有几元的，10元的，15元，2个5元，2个，那就都10元的。一会儿我刮出来个200万，多的我们全都不干了，不给你。
刮这个，刮个十元的吧，先。十块钱，这是平了，十块零六零六，是意思不？是吧？平了，还挺好玩的哈。刮开区，我赚了五块。这个十块，这有个零二十五。那你再找。哎呀，我二三年财运不错呀。财运真的很不错。真的很不错。你再刮最后一个吧，反正现在挣了五块嘛。对，就那我就再刮一个五块，起码我能平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能 cover 掉。对 ，OK。中奖号码，先刮一下。零三零四，你的号码。啊，没了。没了。不玩了 ，cover 掉了。看了吗，朋友们，就是不要及时见好就收，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。朋友们，微信扫一扫一本红包，这什么意思？一百元红包，哇，是一百元红包是吧？给我的吗？给你，这可以现在扫一下，现在可以扫是吧？现在可以扫。我怎么这么不信？我付一百啊。就是你帮我们 cover 掉了这次买彩票的所有费用。我没谢谢你，我没付，我没付。你没付？你高兴太早了，我没付。我不会给你付的，给你付。是，快。我说实话，我对后面的真的不是很期待了。那这个怎么吹呢？什么从一个被子吹？过了，下一个。为什么我们试的时候吹不过去啊？一张心愿券。对，这个跟去年的一样。哦。因为去年你写的心愿大家都实现了，就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，然后在今年这个环境下，就是最好的愿望吧。心想事成，及时享乐。对。解释一下哈，心想事成就是希望明年自己可以，就是这个是我自己的，希望我自己想做的事都能成功，对，就是对自己一个愿望吧。然后及时享乐就是通过，其实今年一年会发现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就觉得其实人生及时享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就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做的，或者是想去看的风景，想做的事情，要及时的去做，让自己及时享乐。好，那最后一个了。嗯，请。三秒。不用画。好，第一首成歌。徐老师的《天外来物》。你像天外来物。嗯，对对对。天外来物。下一首。停。啊！恭喜你发财，那个吗？不是吧？对，是吗？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他是。你说我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还真是哈，真是真是，真是，这是乐感，乐感，这真的是乐感。这个是真的是凭你的实力拿下了这一期。很厉害，送出三张新年签名照。要写一个新年快乐。可以，然后我们抽三个粉丝送出去的。哦，好，希望大家接一下新年的好运。好的，很帅哈，真的。这个是祝福亲签哦，到时候我们也会从评论里面抽三个粉丝。今天的挑战已经全都做完了，然后你有两个奖励没有打开，你挑一个吧，我们挑一个是吧？对吧？那我就选这个。去发吧，发财。好，希望真的是个好东西哈。一场烟花是什么？你还记得我们去年有一场烟花？记得。今年我们还有一场烟花。该不会还是？哇，那肯定不能是一样的。那你是闭一下眼睛吧，让我们准备一下。好，我真的会期待啊，你们这样。
了没啊？怎么你不会真搞烟花吧？你们也没那个预算、啊。你自己喊321，然后你自己睁眼吧。我们为你绽放一场烟花。我先猜一下好吗？好。你们该不会是买的那种隐的婚庆公司的那种东西吧？不是不是，我们不会那么无聊的。不会哈、啊。不会不会。你们该不会买摔炮吧？也不是吧。不是。我劝你快点开始，我们快坚持不住了。好，三、二、一。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所有的挑战都已经做完了，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？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然后万事如意，及时享乐，然后大家祝大家心想的都能够成功，都能够如愿，新年快乐。